那假的。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呢，确实，所以说，你上来，上来，下来，上来，下来，无聊，无聊，爱玩这个，骗你们，你看，我别走，操，说相声就几个小时，不能过夜。加钱也不行，我做人是有底线的。谢谢各位，我的我们赢了，赢，那退吧，走啊，小费完了，谢谢大伙，回天津演出特高兴，我开心。你看一上台，台上这么多的鲜花，咱们天津千祥艺文院许健两口子送四方儿，您瞧，咱们天津的张斌张松岩又送四方儿，这不乐呵兄弟吗？对呀，乐呵兄弟，这么多好朋友都送来花儿，这台上都摆不下了。是，你看一上场。有这么多手捧的鲜花，这简直是鲜花的海洋。一会儿你躺在那儿，我走着大伙给你转一圈，啊，行吧？行吧。这样，干嘛呢？转之前啊，咱先把那些花一人摘下来一朵，在手里拿着。转的时候，然后扔着扔，我就非死人似的，知道吗？这演完了，直接拉煤仓。还烧了这样，别胡来了啊！这意思啊，谢谢各位，感谢您的捧场和支持。是，两个说相声，我们会什么呀？就会说相声，可不。但是您还没说呢，往上一走，大家伙报以热烈的掌声，我感觉啊，都受之有愧。不至于，不是。我跟您说，为什么说至于？别人说相声，18分钟、20分钟一段，差不多。我说相声，40分钟起。好，好，好。不是卖力气，老说错。来回也是我的。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就是不能比足疗的一个钟短。比这东西，40分钟啊，加钟。这足疗是不是40分钟一个钟？我不知道。咱最起码40分钟起。也有45分。而且，您刚才说的啊，人家捏脚那叫加钟。我们这不叫加钟。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？我感觉今天太累了啊！我们这个叫什么呀？我们这个叫返场。对对对，我不知
知道有没有常经常泡在曲艺小园子的观众？小剧场，你看常在小剧场，这也是有第一次来的，第一次进剧场听相声，有可能您不知道这个相声怎么听。嗯，比如说演员演完了一段，嗯，观众喜欢，哈哈大笑，热烈鼓掌。哦，演员就可以再回来再说一段，这叫返场。当然，你得说得好，大家伙热烈鼓掌，你再回来。得喜欢，得欢迎。说那儿这一段一乐的没有，然后丧大眼回来还不给您说一段，滚下去。天津观众可真往下轰。是吗？好家伙，你说。我给您讲一段子啊，您说说。有一相声演员在不提是谁了，一上台上咱天津演出来，嗯，啊，一上来张嘴，你看这个相声了吗？我看，这，这嗓子都这么冲啊，嗯，旁边这捧哏的还开玩笑，也没有个眉眼高低，嗯，你看，让你上，你也上，你看，就不回来了，这就别开玩笑了。还觉得自己挺有分量，你看让你下去，你也下去。你不让我下去，你让我下来，这不行。没见过演员坐观众腿上说的，没没有。俩全下去了。天津观众，你看啊，一上台说相声，嗯，有两个极端现在网络上，嗯，一边说呀，说相声观众不要跟我们搭腔，还有一帮说呢，不说相声必须搭腔，但是这个跟演员的互动要巧。嗯，我讲一段天津观众听古曲京韵大鼓的段子。哦，聊聊，别说听相声能搭上话，嗯，而且在点儿上，就连听古曲演员在台上唱都能搭进去话，而且还在点儿上，还能增加剧场效果。嘿，您给说说。你比如说有这么一段，嗯，白派京韵大鼓孟姜女，哎，这段好。唯有那三喜两之妻孟姜女，哎，就这么一段，这怎么搭？天津观众再接回来。哦，没有那三喜两之妻谁呀，孟姜女，这儿能塞进去一个，就是曲艺之乡。什么叫曲艺之乡？天天听都会了，哪儿都能塞进话。哎，会了为什么还听？嗯，侯雷先生观看秦琼听一百多遍了，就等那结尾儿。嗯，哎，就等那一下，所以是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。没错，我还说回刚才那话题。嗯，第一次进剧场，嗯，您不知道怎么跟演员互动，嗯，怎么叫返场，嗯，我告诉你，肯定有，儿女给买的票，有，请父母来的，嗯，哎，带着孩子来的，外地来的朋友都有。不了解，头一回进剧场，嗯，您想让这演员你喜欢，想让他回来再说一个，您就鼓掌，您就叫好，他就回来。我连鼓掌再叫好，哎，他就能回来再说一个，这个叫返场。哦，场次的场，嗯，不是工厂的厂，不是说回炉重造，太次了。你比如说一会儿我们俩说完一段，哦，什么是结束？嗯。你就记住了，站在桌子里边这个傻子，是傻子呀！去你的吧！这就是结束了。结束以后，两个人往下走。好，再来一个，来人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你，我喜欢你，不行了！哎呀，刘伟宁，滚！行了行了，先玩差点牛还少。行行行，您再甭
抬举我了啊！我没说你是献花。哦，嗨，我误会了啊！我以为我是献花。所以呢，咱可以这样，咱们排练一下。哦，演习一下。我演完了，嗯，他说一说去你的吧，哎，往下一走，您就鼓掌叫好，我就回来再说一遍。行，好吧，江哥排练排练，从那最后一句开始啊。哎哎，演去你的吧。刘云天太棒了，爱看松子是吧？俩说相声捧哏的抱着都跟着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各位别跟着起哄叫好了。这不说完最后一句“去你的”，俩人一块儿下去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好，再来一个。咱俩说这就好比出门遛狗把狗落家了，张奶奶跟李奶奶出来遛狗，张奶奶您是出来干嘛？我出来遛狗。哎，您狗呢？落家了。不樊老师您误会，您肯定没养过狗。一般养狗那狗都走头了。帮我拿块钻去。我以为你又溜一圈回来了。行了，您别激动。这不就是一常识问题吗？无所谓。就是您觉得好，就是可以返场再回来。我点着你说啊，回头我也不能咬他一口啊。那我得打针，咬你动脉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的脾气这是。先咬鱼儿。不是天津人能听不懂吗？好家伙，做不性子呢，揍了吗？咬鱼儿，这天津话也太细致了，那画面感。还有倒皮圈儿，外地方式的卖的倒皮圈儿嘛，拳击倒皮圈儿，天津卫星这词儿，打人也是不直接说打人，大波溜。就是从脖子这儿溜下来，大波溜，讲理，转过去造皮蛋子，等官儿，哎，大塞梨，凤牙，每一个部位都给起了名字了。曹老师，这挨刀，您挨过的打可不少啊。捧哏也疯狂啊，老有方言的这嘴。他在直播间没那么多话呀，是吧？他道歉撒开了，一会儿遛狗吧，走两步又回来了。你呀，劲儿就下岗了，知道吗？我下岗劲儿，我那刀架子。这话算到头了。哎，行了。你也别回北京了，你就天天待着吧啊！行，我就搁这待着了，待着吧，这不挺好的？行，一会儿每个人上来，你都在这儿啊，你都在这儿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都让他们溜一圈。哎呦！不管骂我一人，连我徒弟都骂了啊！刚才可还有田立和先生呢啊！说的是一会儿，之前的不算。还一点都不傻，这种人叫傻奸，傻面贼心。你有恨他吗？我跟你说，占便宜老有他，吃亏从来没有他。从小我学艺啊，说学逗唱，什么都不练。现
你让他背一报菜名，他背不上来。不累，不要置他于死地，好吧？不是，他不行，说学逗唱。这不是基本功，这个。这是后天自己学习的，我也没学过这。说学逗唱最难的就是学，我从小是最勤奋的。学的多呀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，大小买卖吆喝，各省人说话都得学。他能学吗？你看平常在捧哏那边儿啊，哎，您给学学，都是您给学。不是，哎，塔到随和。哎，您给学学。不是不是，你干嘛呢？真是你学过呀？不是不是，曹老师，你学过嘛呀？你在边上学个正经人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这正经人，我不是正经人是怎么着？哎，不是曹老师，您这话没道理。小时候说相声练基本功都得练，说学逗唱最基本的都得会。学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，大小买卖吆喝，各省人说话，都得会，都得会学呀。不要觉得高价了。大伙就都包容你。好，哎呀，谢谢，这个省事儿了，这是。啊，不行不行，那我就算我一人算了。啊，好了。哎呀，呵，我说你们真是擦了零，花完钱让我下去。哎呀，呵，不是，这你先把你那说我。你学得了吗？这我有什么学过呀？一会儿你要学不了。那到家了要学表，那指定丢人啊！咱们金湾大剧院的观众朋友们，全天津卫最懂相声的观众都在这屋里了啊！各位，咱欢迎刘老师学一个。行。先生，您再出个题目。哎，云彩。哎。什么云彩？学一个云彩。人有学云彩的吗？你可以学一个云彩怎么没了呢？什么？学呀，这东西天上飞的云彩吗？不是挂跑了吗？学不了、啊。这云彩没法学，咱换换。塑料兜。哎，塑料。人没有学塑料兜的。现在擦屁股纸。哎，对。这更没法，这你稍微扭曲一点啊！你看，我还学的更过的是怎么着？咱能说点干净的东西。你站一边。天上飞的学不了。学不了。地上跑的。地上跑的可以。学马粪。哎，对马粪。学一马粪。不是，哪位见过？马粪跟地上跑啊，马粪肯定不可能在地上跑。对呀、啊，他你学刚挖出来的，我马不管那个，马一边走一边拉，拉完掉地上就轱辘。这样，我背背你，我演马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你往这边滚，你往这边滚，对对对，我背背你，我背着你，我哥去，我演马去呗，我滚。哎，曹老师，你滚，您得等，你往这边滚。曹老师，咱要学得打头学。您受累，先给我塞进去。打头学，学的明白，听得清楚。不是，您是打这头塞，还是直线？还是等我先抱成团儿再往里塞？来，来，来，过来。来来来，您帮忙扒一下。我请你来，帮忙扶着点儿，别让他们扛了。说了半天，您学不了，您能学什么？不是您说的东西，他都没法学。那咱能学什么呀？那我们学的别的东西挺多的呀。啊，学个小动物啊，啊，装个聋啊，做个哑呀，这些都没问题。装聋作哑，您能学啊？能啊。那行这样，嗯，我今儿在这儿跟您学一回。哦，咱们学一回聋子哪唱。哇，这可以呀、啊、行吗？这可以，没问题。要学这聋子哪唱啊、我有个条件。您有什么条件？我必须是你二大爷。哎，这是老那我是你四爷爷。是老婆，这是我是你祖宗，我是你祖宗他爸。这什么翻法啊？我是你祖宗他爸加一，加一加一，我是加一他爸。加一是谁呀？你，你不该起一名吗？你不得加一？这怎么说着说着你骂我干嘛呀？不
不是，那是你先要的便宜，哪就出来一二大呀？凭什么呀？各位，我解释为什么是二大。就你说清楚了，这个耳朵沉，耳朵背，听不清话，都是上年纪的人，没有小孩生出来耳朵沉，耳朵背，对不对？再者说了，我是你街坊二大，我不是你亲二大。是，你叫不叫的没关系，但是你要不叫我，我还爱挑个眼。哦，这就是矛盾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明白了。咱们俩是街坊，我就学这个老年人听不清，总跟你打岔。哦，就这么个环节。哎，对了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打那边来，嗯，我打这边来。好，咱们现在开始。什么叫现在呢？好歌都见少见。柳叶遮满了天。这大爷是哪儿都爱逛啊。人一上了岁数，眼神就不行，耳朵也听不见了，最主要的是腿脚不灵，这不是吗？昨天晚上蹦迪去，把大胯给扭了。岁数还蹦迪呢？七八五七八五七八五，就八五七给八五七坏了。这是我们一老街坊二大爷，见了面得理着点，要是不理他，他挑我的眼，我得搭理他。我说您这上哪儿去啊？谁的狗啊？哎，狗像吗？哦，张大妈遛狗把狗拉去了。还有着吗？回来了。哎，我说我真是狗。哎，这张词是这个。我说您看看我呀。哟，认出来了。旺财呀。哎，还是狗啊。怎么离不开？你仔细瞅瞅。大黑。哎，还是狗啊。大义。哎，还味儿来了，这是。您看我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小子可不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小子都长这么高了。是，一晃，这个我晃神还没你呢。怎么样？啊，不认识二大爷？不能够，见着二大爷理着点儿。这都跟您说话了，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。我不敢。我是你二大爷。是是是，我跟你爸爸有交情。我知道。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哎，这事儿我听过。小子，二大爷给你报答。不，你在二大爷头上拉个青石，你不亏心呐。你甭瞪眼。我没瞪。闹鱼子团的时候你没赶上。你赶上了。我是你二大爷。哎嗨，见着二大爷连招呼都不打。没有没有。我是你二大爷。是我是二大爷。见着二大爷离着点儿。这不跟您说话了。我是你二大爷。见着二大爷招呼都不打。我是你二大爷。我是你二大爷。他就会这一句。是你二大爷。我呀，这不跟您说话呢吗？我问呢，问您这是上哪去呀？什么？小子，二大爷岁数大了，耳朵听不清，说话大点声儿。哎哎，我说您呢，上哪儿去？什么？上哪儿去？大点声儿。上哪儿去？听不见。这小子呀，干张嘴不出音儿啊。那是不出音儿吗？你要把我给急死啊！你要把我给累死呀！我的二大爷！哎，我的大爷，怎么还有回音呢？我说你连回音都听得清了，他一阵儿一阵儿的。啊，这事让我赶上了，我趁着这事儿赶紧问吧。我说您身子骨挺硬朗的。你问我那个儿子。你大哥呀。哎，谁问他？他可比不了你呀。哦，他不学好啊。是吗？吃喝嫖赌
抽大烟。听说怎么着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。你说他跟谁学？我说您可别着急，回头我给您找找去。跟你学的呀？谁呀？你也是干那个的？哪个呀？干几年了？没这么回事儿。哦，五年了。哎呀，什么就五年了？赶紧自首去吧。我说您呐，听不见。哦，你要上法院。我。这就对了，我说您听不准。哦，明儿公审，那我得旁听。您听得见？您这都哪儿啊？哦，你还偷人裤衩儿啊？什么呀？你这是什么习惯呢？我说您是哪儿跟哪儿？裤衩里还烟卷儿啊？那怎么抽啊？多骚气呀！你再不说完，我可急了。哦，你还偷人一本凉席呀？我可真生气。哦，明儿枪毙。老王吧。你爸爸啊，他比我小两岁，二大爷。哎呀，这帅到我，帅到我，帅死你，帅死你！什么人呢？这咱不能学了啊！哎呀，我砸你里边去了！啊，你站在花里，我们围着绕一圈吧。没这谁装的台呀、啊？我刚刚没注意，光看前面，能当什么前去？我怎么又起来了？怎么还整么立体的了？我就站这儿不行，就拍张照片，麻烦了。闭眼，还把眼闭上，有你们我眼闭的撒倒啊！我玩坏了，把眼闭上了，我闭不上。你再等会儿，再等会儿。嗯，这手给累死我。不是，说多长时间了？你还管时间的事儿？两分钟。啊，五分钟。你表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啊。哎呀，谢谢啊！这段还没结束呢啊，往下走时再叫。啊，行行行行。哎呀，对对，我发卡在这儿吧，小郑。走呀。这就行了，这就行了，这就方便化妆了。化妆在哪儿？刚才咱说的是聋子打岔。这没法跟你学不了。您看我学的怎么样？您要是觉得学得好，咱们可以再学学别的。我还能学什么呀？咱们这回可以学一回新鲜的。什么新鲜？学一回聋哑人打手势。啊，这也有点意思。行吗？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还得是咱俩学。哦，那一块儿。那您看，谁学这哑子？谁学？我。你。你原来捧哏就没什么词儿。哎，就是哑子捧哏。不是不是。我没记错的话，2011年我在咱们天津卫贵州路体育馆，我那场相声大会啊，开场是邱云于干，然后是我完了以后是田立和先生跟张文霞先生，结束了以后我完了以后是黄铁良先生和尹孝生先生，然后完事儿又我再说完了是李国强先生、杜国志先生，最后还是我。说到最后一段的时候，站台上睡着，五分钟了，捧哏不说话。哎，不说话，困了。你说这跟哑巴有什么区别？不是，好歹不是这跟哑巴哑巴没有关系。刚才学聋的时候，我已经吃亏了。这回再不让我说话了，我得吃多大亏呀？这样，您来，我这样，看您这表演怎么样？那你，我当翻译呀，哑语你懂，眼前的都知道。麻烦你，好啊，还是你。我听一下好打住顶好顶好
看这个啊，嗯，窗户，空调，哎，冰箱，那这是什么呀？四四方方一块豆腐，豆腐。那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冻豆腐，冻豆腐。还举了这么一句啊？你回来弄我，弄我来弄。对，下边的可不错。行，咱俩记住。那当然，咱们学一回这个聋哑人打手。这可以。我先说一下故事情节。啊，您给说说。我是个小丫头，嗯，咱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发现后来分开了，不见面很多年了。嗯，今天在街上见了面，要聊一聊天，回忆一下过去，展望一下未来。太好了，哑巴讲究三直。哪三直？眼直、心直、腿直，这是特色。走到那边，我哎呦哎呦，你经历过吗？是练习，我演过这个。这劲要大点，你今儿就躺这儿了。我一拍脑袋，有多远死多远啊！不是，我一拍脑袋走到那边，我就不说话。哦，您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，好不好？咱们现在开始。老有人说，嗯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这是诈尸来了？三直、眼直、心直、腿直，那也没有这么直的，就稍微自然一点。但是你不要摸我胸，好不好？不摸你胸，你在我怀里。哑巴，哎哎哎，哑巴有答应的吗？有叫哑巴的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叫我。我不光哑，我还听不见。不是我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得跟我比划呀。明白了，来来来。啊，我
我小的时候特别的胖。哎，再来我瞅你啊！打住，这打住啊！不能再滋儿滋儿滋儿了啊！我说您这闹耗子似的，这是。我小时候，哦，我这胳膊。他都说我这胳膊跟柱子似的。我小时候我这大腿跟墩子似的。我小时候我这腰怎么还有臭色啊，你这里跟水缸似的。我小时候这脑袋跟蒜似的，这不像话，大着点儿。哎，大蒜也不行，还得大，要多大有多大。你这是脑袋，这是屁股呀。这是，行，不对啊，脑袋这么大个儿，啊，这么大脑袋，我小时候这脖子，哎，这是跟线儿似的，这么大脑袋，这么细脖子，耍流行的吗？这脖子这么粗，哎，哎我一，啊，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。你是说老听你问怎么叫他生活了呢？他那意思是我现在我以前那么胖，现在怎么瘦了呢？我跟您说呀，跟我这功夫有关，每天说相东跑西颠的累，比较辛苦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赶紧用这句保有，去你的吧，是是是，啊，哦，东跑，哦，明白明白，这个，啊，这期间就别学了，啊，保有这动作，不行的，啊，咱不用学了，是，啊，那这个比较辛苦，哎呦，他还挺累，谁让你颠累着呢？哎，嗯。你说身高有这么高？吃法呀，这什么开花啊？修胡，修胡，没听说过，那叫护心毛，还修胡呢？哦，不错，咕噜咕噜，揉铁球。没事儿，好遛鸟。你问这个呀？这是我爸爸。哎，来了。不是，这不能答应啊，这个。啊，甭过来。你问我爸爸。您别答应了，我说谢谢。你问我爸爸呀。
什么啥意思呀、啊？没，嗨，我忘了得跟他比划了。这大肚子，哎，我爸爸。哎死了！烧了！太难过了，小时候净花我爸的钱。他在问呢，说我父亲当年的身体这么好，怎么突然就去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这疾病，脑淤血，啊，脑淤血啊，爸，啊，你爸才枪毙呢！哎，哎，开！等，你等等，活该呀！您呢？没理解，没理解，是我父亲这个脑淤血啊。爸，又改这个了？这不是，是头顶上他那个血管儿，乱枪打死的。打，做馅儿的是怎么着？哎，哎，就别摘了。什么毛病啊？这是，啊是，您呢？甭管他，反正你死了，昨天啊，您光研究怎么死的了啊？您甭费那劲了。啊，啊，就烧了。你是要给招来吗？招来今晚上住你们家去啊？什么毛病啊？啊，这烧点火化嘛，这不正常吗？这大伙都吃的，干嘛呢？垃圾不垃圾？什么垃圾不垃圾？没有字。烧烤了这儿，别，不是烧烤啊，我们家没工夫穿，来不及啊。大长串也烤全羊了，来也不行。这不是烧烤，就反正你甭管弄死弄上，反正死了，去世完了，还是费劲。哎呀，他又难过上了。哦，你说师哥到这儿啊？我一脸褶子，那鬼味儿怎么到这样？这是我妈爸，哎，又来了，行了，哎，和尚，来你，这是他妈又来了，肥腰子没有肥腰子，都乱七八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母亲身体好着呢，哎。啊，哎，啊，行了，你也甭客气，咱这户口也正常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又想起来了，哦，比我个儿还高，哦，是我，啊，跟我平辈儿比我岁数大，哦，我这个军人，哎。哦，能唱歌，文工团的、你问这个？你再念念就说出来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我哥哥啊！别，这么会儿我们家事儿就完了，你看你。要往那儿上去！我跟你说呀，我哥哥他怎么意思？你回来了？我哎，说话我糊了，哎，糊了吧？什么玩意儿？黑了吧？这我跟你说啊，我哥哥身体好着呢。啊，你甭不好意思啊，都糊了。这笑声就不是好笑，啊，好吧，这个，这是我，这个，平辈比我岁数小，
哦，是长头发是吧？要不我就别翻译了。我大波浪呢，我听明白了，不翻译还不行呢。大波浪，大波浪，看出来了。嗯，看出来了。对，擦粉。哎，哦，粉底。哎，是哦，纹眉。哦，看出来了，这是纹。好嘛，这太像，这成妖精了，这。哎，我怎么这还系上？怕脑袋丢了，这怎么着啊？没听说我这眉毛就这么短。线脚的，哎，短眉毛，啊，高跟鞋，喂，不懂不懂，不懂，啊，哦，你问这个，这是我妹妹，打开呀，我告诉你啊，给我们家留一口活的啊，哎，你们。再生吧，你这个也缺德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咱可不许胡来。我妹妹跟我可不过，你别瞎胡来。你这我妹妹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妹妹身体好着呢。哎，别胡说。嗯。怎么你又要蹦迪是怎么着？啊！我妹妹，今年27了吧？我就是一复读机了，我这。您记错了。对啊。哎，我妹妹啊，31了。21。哎。啊？你？21。哦，您37了，活到38没问题。俩三十。哎。啊。我妹妹。我妹妹。不是。哦，我推我妹妹。妹妹。这什么说什么呢？这嘴里边怎么推这妹妹了都？我这儿演话剧，我妹妹不是演话剧的，跟这没演。什么呀？啊？我知道了。哎，让我妹妹去唱歌去。我怎么还不哭了呢？猴哥，您歇会儿。什么毛病这是？我没明白，他唱什么歌啊？这。你，哎呀，哎，我妹妹，俩人，俩人怎么了？啊？说话的，我会说话。哎，去你！